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善待众生错不了。一，愿意无条件地给予一切众生安乐，这叫做慈。如果受到别人伤害，修慈心的人就不该憎恨或报复对方。也不可以忘记那些众生在业力的推动下只是傀儡而已。常常身不由己，应该报以同情和怜悯。记住，修慈心者找不到一个理由对他们生起嗔恨或其他烦恼，但是有无数个理由需对他们宽容、爱护并给予帮助。慈心总动员。一，修行若分开来解释，修是指慈爱、关怀、无私等内心的活动，行是语言、身体的行为实践。修与行这两义皆为动态，也就是实际行动。例如我们修习慈心，在了解法义之后，就得把慈心动起来，在静坐上修慈心，观想，把慈爱散播到无数人身上，愿一切有情获得安乐。
在生活上修慈心，关怀善待一切众生，而且无私地付出。打击烦恼最佳盟军。一，生活在繁忙都市的现代人，很难亲近自己的烦恼，特别是遭遇压力或困境时，通常会向烦恼寻求慰藉或支持。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培养功德，面对这些烦恼敌，我们大多溃不成军。三，这时若从心中发展爱的力量，以慈君来歼灭重大烦恼，保护我们不做出伤害自他的事。这样的盟军不仅能退烦恼敌，还能带给我们无量福德。哇，我中了慈心大乐透。一，经历了无数次的轮回，以及那么多世的等待。现在我们身上聚集各种修学佛法的条件，终于有机会利益众生了，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欢欣鼓舞。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为如母有情幸福而努力的每一个机会，不管贫穷或艰辛，我将会充满热忱和喜悦。
慈心 Facebook。 一，台湾人封脸书全球之冠。想象一下，1000万人每天上线连结，如同网一般向外延伸到10方，不断往外扩展。他们利用脸书将自己的生命、生活和其他人连结在一起。如果能让慈心像这样立即且迅速传播开来，让大家因为连结而升起慈爱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。心善好到丁。一，由于科技网络的发达，使得大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，彼此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，大家的喜乐忧伤相互交融。一个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无论直接或间接，我们都能轻易地传达善意或恶意。而善恶一念，在网络无限放大之下，一定会影响到无数人，其业果是无法想象的。上网时保持善心，显得格外重要。